本栏目由补充营养新选择的蒙牛优瑞特约播出。公司要注销，法人和总经理之间借贷纠纷怎么办？一分工资我没见过，我就是贷款上班。买车不到一星期，坏了能换吗？中国的保那个油，俺保的坏坏，你来的坏坏事，看到没？江西首档法律服务节目，有请律师，今晚播出，敬请关注。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实在是香。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呵护腰间盘健康，舒筋健腰很重要。人老戏不老，全靠腰腿好。舒筋健腰丸配方砖，药材好，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这是一张打印的借条，借款人名叫陈小华，是江西蓝航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出借人名叫陈玉忠，是陈小华公司的一名员工。从借条上可以看到，陈小华从陈玉忠那里借了12万多元。别人上班是赚钱的，一分工资我没见过，我就是贷款上班。除此之外，陈玉忠说他还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陈小华登记成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如果公司出了任何法务上面的东西，肯定是我跑不掉的。为此，陈玉忠要求陈小华还钱并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遭到了拒绝。集结知名律师，提供专业服务，共享法治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江西首档法律服务节目，有请律师，我是胡帅。付出劳动获取报酬，这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最基本的关系。可这位陈玉忠却不一样，按他说的，上班不但没能领到工资，还贷款借给公司总经理，自己还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公司法人。听起来他对此极其不情愿，并急于解决。可当初他又为什么会同意呢？今天咱们请到的律师是肖杰和邱涛，让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是借条是吧？对，借条的话是，我走的时候，从这边走的时候是8月27号的借条。陈玉忠说，虽然这张借条上只写了12万多元，但他实际借给陈小华的远不止这个数。而这些钱都是他从母亲那里以及各网贷平台借贷来的。因为这个是熟人之间嘛，因为他公司资金不够用，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村的，然后关系比较好，他提出来的，他说过两天就还我。原本说好过两天就还，结果却越借越多。因为担心陈小华不还钱，陈玉忠让陈小华出具了这张借条。按照约定，每到还贷的日子，陈小华把钱转给陈玉忠，由陈玉忠归还。但是在还了几万元之后，陈小华便不再如约转钱，而陈玉忠因为贷款逾期已经影响到了个人征信。比如说我买房的话，或者是就是买车啊，高消费，比如说坐高铁之类的，就是一些平常人能享受的待遇，那可能就被限制了。陈玉忠还说，他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但他清楚其中的法律风险，因此他希望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就是把款还完，而且要把我的法人什么所有的东西撤掉。我已经离开这个公司
从八月份到现在十二月份四个多月了。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了公司的，如果说出现相应的刑事甚至是行政责任，那么首先要找的就是法定代表人。陈宇中说，对于自己的要求，公司总经理陈小华一不还钱，二不变更法定代表人，到后来更是避而不见。那么陈玉忠说的是真的吗？在陈玉忠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位于南昌市西湖区的一座写字楼。这个是？对，这个就是他新搬的公司地址。他就在这里办公啊？对。公司的这个招牌也没有？没有。通过电话，记者联系上了江西蓝航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小华。找人家在记账公司开始注销了。已经在走程序了是吧？对，已经给人家记账公司说了。陈小华表示，成为公司法人，陈玉忠事先是知情的，不过他也不用担心了，因为公司已经关张，正在办理注销。至于两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他是这样说的：公司用了，那我肯定要该给他的该给他，我也没有说不给他。陈小华说，这段时间他已经陆续归还了一部分，目前还差八万多没有归还。不过对于这个数额他有些异议。他跟我干，他从去年十一月份到现在，到他走，他所有的吃喝拉撒住全部都是我的。对方的这一说法，陈玉忠感到不能接受。然后我到现在我没拿过工资，就管吃管住。而陈小华表示，现在再说这些也没有意义，总之他不是不想还钱，实在是没有。公司欠赔钱，公司钱都压到别人客户手上，我跟人天天计较，要不下来我再求着人家，我还不敢跟人发火，发火人不给你怎么办呢？没办法。对于陈小华的说法，陈玉忠根本不信，在他看来，陈小华就是不想还钱。再说太白的话，就是翻脸了，没意思了。陈小华指出，根据借条约定，最终的还款期限是在明年的六月，他也不可能一次提前还清。对此，肖杰律师在了解情况后指出，虽然最终还款期限是在明年六月，但是双方也有约定，期间不能逾期。他有一个逾期，这个时候的逾期可以利用我们法律规定一个叫做加速到期制度，也就是认为我们的借款人是没有能力来偿还这笔借款的，那么对于剩余的借款以及没有到期的借款可以加速到期，可以要求我们的借款人将所有的借款一并去偿还。肖杰律师建议，双方既然是老乡，还是应当先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陈玉忠可以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程序要求陈小华还钱。这件事情上呢，陈玉忠很被动，也许是碍于老乡的情面，当初他半推半就帮了对方，如今来看显然是帮错了。买新车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宜春市丰城市的尤先生新货车买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发动机就发生了故障，在将车拖到修理店的过程当中呢，四个轮胎又坏了。那么尤先生碰到这么闹心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呢？中国的宝来的油，俺宝的歪歪的来的歪歪是看到没，打破都打不着，没有用感觉的。这一幕发生在今年12月9号，尤先生开新货车送货，没想到在高速路上车子发生了故障。当时那个熄火了，那方向盘也打不动，熄火车子熄火了，那种货车就是真的，那方向盘你怎么都打不动，当时就慌了。我停到那个停车带，那个应急车道下来一看，哇，后面好大的烟，我以为要着火了。尤先生称，他当时尽力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下车查看后发现是货车的发动机出了问题。就从那个地方喷出来的油，那个板上这里到处喷的都是，这里看到没有，地下那到处都有。发动机突然就是说爆炸了，导致那个车辆没法使用啊，就一瞬间，最多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地面到处都是机油嘛，全部都是机油嘛，还有那个防冻液嘛。据了解，尤先生车辆发动机的生产商是潍柴动力，之后新干闪器潍柴服务站派去了拖车，
结果在拖车的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导致尤先生车辆的四个轮胎损坏。上面有个螺丝，一定要把那个螺丝扭松来才可以拖的那个轮子才会滚动，要么它会自动锁死。就属于他也不懂我也不懂，然后就那样拖那个车，属于是刹到车在那里拖，那肯定轮子就会跟着拖过去，就拖得爆掉了轮胎，刹车也烧掉了，也没有用了。尤先生告诉我们，12月3号他在丰城一家 4S 店首付24000贷款12万元购买了这辆中国重汽豪曼货车，没想到开了不到一个星期车辆就出现故障。就像这种情况就搞得心里不爽了，我现在希望就是他给我换个新车嘛，是吧，我买了这几天才拉了几趟货，是吧，你这个车如果再给我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个安全性嘛。那么尤先生能够更换一辆新车吗？我们来到了尤先生购车的 4S 店，经销商告诉我们，对于尤先生的车，他们会更换全新的发动机和轮胎。我们经销商第一个处理方式就是这样的，不管先换不换车，你这发动机出了故障，然后厂家是说先把发动机，如果是鉴定了发动机有问题，我们的潍柴发动机是只换不修，就是内部出了故障先把总成换了，先帮你把这个车修好。经销商称，对于3个月内出现重大故障需要更换发动机的车主，中国重汽豪曼公司还会给予相应的补贴。如果是你不换车，然后厂里面还会另外补你500块钱一天，还那个就是直到你这车修好为止，哪怕是拖了你一个月，我们厂里也是补500一天给你，对不对？根本也没说让你产生任何损失，你去外面跑车也拿不到500，我们补500一天。对于尤先生提出的更换车辆的要求，经销商称换车也可以，但是尤先生购车时办理了一笔车贷，如果换车涉及到一笔10000多元的违约金，需要尤先生自己承担。那个违约金就是你要换车的话，你就要把这个车的贷款还掉，还掉的话就会你提前还款嘛，就会有一个违约金出来嘛。违约金出来，我个人觉得是他的产品出了问题，导致我要换车，然后这个提前还款违约金肯定是应他来承担。如果你要换新车不是不能换，因为你买这个车到银行贷的款，对不对？银行那边你会产生一个那个违约金，这违约金需要客户自己去支付，其他的费用没有任何费用，人跟生产商那边去弄了。之后我们拨打了中国重汽豪曼公司的售后电话，对方称对于车辆出现的故障，首选方案是维修。我们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是修为主的人，对吧？真的考虑你那个机器的话，刚买的新车，我们就是直接给你把那个整个机器，从发动机厂全部全新的进行一个更换，就是保质保量的一个最可靠的一个处理方案。在修车过程中的那个所产生的一切的费用，全部是由我们公司全来负责的，不用您掏一分钱。中国重汽豪曼公司售后客服称，尤先生的车更换全新的发动机和轮胎后是安全可靠的。什么情况下才能更换呢？如果说那个机器就是说我这个整车已经不能达到这个技术性能的情况下，不能恢复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0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存在一个竞合的问题，既可以向生产商，也可以向经销商去请求赔偿。如果说向经销商请求赔偿之后，如果经销商认为这个车辆质量问题是厂家的问题，那个时候经销商就可以向厂家去追究责任。邱涛律师称，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0条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三方这是一个并列的问题，就是说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换、更换、维修，那既然说消费者不愿意维修的话，他可以选择退换的问题。而对于更换车辆而产生的车贷违约金，邱涛律师认为，尤先生需先支付给银行，之后再向生产商主张赔偿。
因为涉及到合同相对性嘛，因为他才是合同的相对人，因为他是作为甲方和乙方银行签订的合同，而不是说生产商或者说经销商。湿痛寒虚，喝鸿毛药酒，百年鸿毛品质如金。补充营养，我更爱喝优瑞奶粉，奶粉是食品，天天喝着也放心。补充营养新选择，高端奶粉选优瑞，蒙牛优瑞高端中老年奶粉全国销量领先。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呵护腰间盘健康，舒筋健腰很重要。人老戏不老，全靠腰腿好。舒筋健腰丸配方砖，药材好，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气短喘咳补补肺，干咳痰黏补补肺，肺气不足补补肺，善待肺，肺也会善待你。补肺丸。在中国有2700万听障人士，在无声的世界让声音被看见。江西都市频道携手江西省残联推出手语主播，以手传声，无障碍收看。每周五晚间8:00，用无声的力量让法律的光温暖无声世界。尤先生说啊，至今呢他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当时车子坏在高速公路上，方向盘又转不动了，如果不是处置得当，后果不堪设想。人们都说啊，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如果确实是车辆自身问题，经销商和车企就应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尤先生尽快的解决问题。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虐恋大戏阴谋的代价。买车，买二手车要安全，要靠谱，要划算，怎么买更放心？都市放心购诚意打造江西本土最权威的二手车交易平台放心车，权威检测，无忧售后，剔除行业黑幕，拒绝猫腻套路，二手车买卖阳光透明，交易全流程，找辆好车可以很放心。